好，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新产品——双层彩色点阵。好，这对于我们玩手机的啊，玩点阵的魔术师的一个福利啊。这个点阵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可以看得见，这个点阵我们平时玩的点阵只不过是单一的变来消失，变来呀消失掉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点阵它要拖了我们第一千钱的弊端啊，可以看得见这个点阵呢是两层的。清楚的放在线，我们不光可以增多，还可以变色。我们可以想知道，把不同的颜色相起来组合在一起，当然还可以变色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呢可以编进自己的流程里面，每样点阵都有两层，可以看得见，很明显的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编到自己的流程里面去。可以根据自己的流程来改编自己的一些新式的点阵的玩法。